你的胃口还不小啊！我可以先答应你治好母亲。至于你傅寒，那就等英师替我打完胜仗，我自然会让你们父子团聚。你终于承认了，傅寒的病果然是你害的。现在说这些，还有何意义吗？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 我为了让他坐上王位，手上可是沾过血的。难道说，当年舒乐可汗也是你的手笔？作为一个外嫁的女子，我能走的路并不多。你杀了舍尔的阿塔，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过舍尔了？ 告诉我，阿塔是发了几症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告诉我，只要我诚心向天狼神祈祷，天狼神就不会带走阿塔。我每天跪在河边，偷偷向天狼神祈求，让阿塔好起来，让阿塔不要抛下我们。 安娜，你说话呀！我记得小时候，阿塔总跟我说，我们是男子汉，我们要保护安娜，对安娜好。便是你开口要天上的星星，她也会摘给你。安娜，为什么？有你父亲。 有严厉可汗在，我就不可能活着回到我的故土，不可能复兴大隋。可草原也是你的家呀，大隋没了。住口！你口中的草原，只不过是我的囚笼而已。我是大隋的女儿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他就不可能消亡。 已经走了这么久，走了这么远，我们大隋马上就要重生了，指日可待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一直在骗我。为什么？来人！ 在，将小可汗送回寝殿，好好养着。愣着做什么？听不懂吗？是。母亲可医治了。按公主的吩咐，母亲本就是皮外伤，已无大碍。 能下床了。好，可以让他们主仆相见了。你去狱中八师勒隼带领，让他见穆金之前，先见见他的严厉。公主，严厉如今这般模样，阿师勒隼见到会不会反而不好？在定襄，阿师勒隼最牵挂的无非一个是穆金，一个是严厉。我若不让他都见了，他又怎会甘愿为我所用？无妨。 我就是要让他瞧瞧，他的腹寒是如何掌握在我的手心里。
是我，阿隼。再多瞧瞧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他的。记住你说的，否则我就带英师踏平定襄。那就劳烦阿隼亲笔写一封军令交给莫金，我只给你五日，五日之后我要英师精锐在王宫的城体门前全部集结听命，到时我自然会医好你的腹寒。傅寒都在定襄，我怎么可能一个人留在大唐？那米米呢？米米也来了，但他现在还见不到我们。我已经见过布阵了。阿诗洛隼，克敦可是派你来办正事的。母亲，这是我亲手写的军令，带上它，集结英师。什么？